十月一，你们去哪儿玩了？我们一直在宅家。看我们家彤彤正在认真的写作业。哎呀，累死了，我去玩一会儿。刚夸了你认真学习，你要干嘛呀？嘘，再去看一看查查。出席检查。哎，你不是在写作业吗？我写作业累了，休息一会儿。不是你累了，你出去转转，你去客厅里面转转，就在床上这么窝着呀。嗯。写完作业了，出去转转。别老上床上这么懒了，怎么这么懒现在变得啊？你给我买的枕头太舒服了。不是，人家彤彤这个枕头和你的一模一样，枕头舒服也不是你懒的理由呀。哎呀，你试试。下面的对比真不知道为什么越大越懒，看我们家彤彤这一天咕叨叨咕叨就没闲着的时候。妈妈，我好无聊，咱们出去玩吧不？出去。嗯，走。妈妈，你快出去吧，正好没人打扰我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哪里？